往回带一下，控制一下。球被反抢，有没有射门的机会？又到了集中精锐的手中，非常的危险。我们的门将观察了很久，把球给到了后卫，直接打到前场。下半场的时间也已经过了一半了，又进了，4-0。 教了前面，一个前锋冲了进去，我们的门将呢扑救非常。那种球都不知道怎么进去的，踢不动，你太重了，踢不动的球。这是第一次来体验，觉得还是蛮开心的，和队友们一起。你的鞋子都跑掉了，鞋子准备的不是很好，所以泥浆穿鞋不舒服，还要光脚更舒服一点。后卫进行一个配合，现在在边路争抢的非常凶猛，防守也是非常严密，过来了。 看一下门将，这泥浆足球是一个全民施压的运动。根据往届不同的，它今天是一个中国赛，它将从北京出发，然后到南京，然后到更多的城市。然后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亲身下场，然后感知这一场无极限、无性别差距，然后充满乐趣的一件事情。 滚来滚去啊，相比较之言。